我知道大家很爱师父，师父也很爱你们。我看你们，我昨天一直在哭，我真的不舍得你们。我觉得能够让你们开悟、学佛、想通、想明白，这不是我的责任，我觉得是你们每一位弟子应该尽的责任。希望你们去帮助大家。师父一定要你们去让每个人都这么开心，让每一个人都活着这么自在，让每一个人都活在天堂般的人间啊。实际上师父也是非常法喜充满跟大家在一起。人生讲的是什么？就是个缘分。其实你们想想，你们跟师父能够这辈子这么有缘，前世一定是更有缘分啊。师父自己已经没有小家了，你们大家都是师父的孩子，所以师父师父一到父亲节就更舍不得你们，因为尤其是看到那些孩子不好好努力，真的心痛，所以看到一些努力的孩子心欢喜。做过父亲的人都有这种感受，当自己的孩子出事的时候，父母亲心像揪住一样。所以希望全世界学佛的我们的佛友不要退转，好好努力的。希望以后50年之后我们都老了，我们能够一起在观音村里边天天有我们的义工在一起，一起念经学佛，每天在菩萨面前磕磕头，我们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每天什么都不想，开开心心的散散步，念念经，吃吃斋，让我们的心得到安宁。我现在呢也是年纪大，出来的时间呢以后会越来越少，所以希望大家呢珍惜佛缘，珍惜因缘，真的很不舍得大家。所以人生难得相遇，真情所在，希望大家永远在一起，那就是百年之后在天上见。感恩你们，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，那就是要精进修心，脱离六道，一世修成。再见了。